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第296面，296面，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这是一个小段落。意为极乐世界，一切四相，一毛一尘之微点，皆从实际离体而显，于妙理相即不二，故曰穷微。这一段让我们先把量子科学家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博士，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名师出高徒啊，有这么个好的学生。他说，他对于原子研究最后的结论，这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爱因斯坦的老师说的，那没有物质，所有物质都是来源于一股令原子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力量。我们必须认定这个力量的背后是意识和心智，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科学家这段话跟这一段文呢是非常相近啊，几乎佛在3000年前跟现代量子学家所说的是一桩事情啊，这就是此地所讲的一毛一尘之微点。一毛一尘很小，这一毛一尘从哪来的啊？一毛我们的汗毛，一根汗毛，一个微点就是微尘，它从哪里来的啊？它是心识累积产生的幻想，这是一毛一尘的微点呢。微点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量子，这微点是量子啊，也叫小光子。啊，这小光子从哪里来的？科学家告诉我，无中生有。那佛告诉我们呢，从实际离体而现。实际离体是自性，啊，是体性，是从体性的变现出来。这个幻象跟离体相即不二，这句话不好懂，上面加个妙字，就是说妙理
妙相，离妙啊，相也妙。妙之字是什么个意思呢？代表这个东西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有吧，哎，它像闪电一样，它亮了一下。你说它有吧，它立刻就消失了，就再不见了。啊，这称之为妙啊，理妙啊，事也妙啊，啊，体妙啊，相也妙啊，啊，这叫妙离相即不二，这才是穷微。这两个字，啊，穷就是我们讲的追根究底，彻底了解它。啊，微就是指的这个事理，这个事理太精微了。啊，那下面。这是大乘教上给我们解释的，切实一切形象，这个一切形象就是这样的，万事万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呢，可以分为三大类，自然的现象。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全都包括了。啊，在此地只用一切形象这一句来包含。啊，它从哪里来的？是清净心所现。啊，我们可以说是清净心的自然现象。啊，来解释它。弥陀，无漏功德之所现呐。啊，此地的弥陀是指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无漏功德。无漏功德，我们不得已，也能把它说成是自然现象。啊，它不是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现象。精神物质现象可以说它是有漏的，它不是无漏的。啊，心现是自然现象，识变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它就是有漏的。故为无漏之相，这个无漏之相是专讲一尘一毛的微点啊，也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量子啊，是无漏之相，因为这个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且夜夜皆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万德万能
啊，也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明代表智慧，圆代表德相，啊，圆满的德相，这是自信本来具足的，而且呢，不生不灭。本自清净，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这里头注意什么？注意是"一意"这两个字，妙就妙在此地。啊，"一意"是怎么回事情？一毛里头，一一微点。一尘里头，一一微点，这个意思，诸位要听懂啊。这个微点，其实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那个里头的一念就是一个微点，一亿微点呢、啊？我们这一弹指里头有32亿8000个微点呢、啊，啊，这个科学家讲小光子。啊，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秒的时间长了，比弹指长啊！啊，一秒钟，如果我们弹指弹五次，一秒钟弹五次，那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点呢？1600兆，一秒钟有1600兆。这意义两个字就是讲这种事情啊，一秒钟里头1600兆，每一个位点都是圆圆啊圆明具德，啊，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圆点里头，我们今天用科学来说，能量、信息、物质，全是圆满的。圆满到什么个样子呢？跟变法界、虚空界没两样。一一微点里面都有世界。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普贤菩萨能入这个世界，能到微点里面的世界去参学。我们这个世界没缩小啊，这微点里面世界没放大，大小不二。一入进去的感官跟现在完全相同。那我们得问，我们今天这个宇宙是微点里面的宇宙啊，还是微点外面的大宇宙？给诸位说，说真话，不一不二。这经上说得好啊，相即相入啊，
我们必须把分别执着这个妄念放下，你才能够见到。为什么？有分别，有执着，你有严重的妄想，妄想障碍你见性啊，这是心得了啊，明心见性的境界。不但是圆明具德，而且夜夜皆是圆圆果海。圆圆果海这个意思不常见，在显密圆通里面，指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华严经上妙觉果佛所证得的，那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见不到啊，妙觉见到了啊，当体即是实相，实相就是自性啊，你就见性，你就见到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实相是真实相，不是妄想啊，诸位要知道。我们今天所见到全是妄想，啊，我们见到六道是妄想，十法界是妄想，法界虚空界是妄想，乃至于见到极乐世界也是个妄想。为什么？一妄一切妄。我们没有把妄放下了，妄想是妄，分别是妄，执着是妄，这全是妄啊！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些妄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真就现前了。啊，你所见到的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大乘经教可以给我们做证明，我们有没有见错，跟经一对照就明白了。啊，那实相是什么呢？相而无相，无相而相，故曰妙极啊。所有现象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实际上这个相就在我们面前啊，特别明显，你感觉到我们每天看电视，每一天用电脑来接收网络信息，这是现在人几乎每一天都不能离开的。这个东西跟经上讲的道理一个道理啊。屏幕就是位点呢、啊，屏幕里面所有的现象也是位点呢、啊，
微点里头有圆满的屏幕，屏幕上有圆满的微点，相即无相啊！你能在这看到了吗？无相而相，那这两句话不就是在我们面前吗？你能够在这里看出来之后啊，你就悟如华严境界了。啊，那什么是华严经啊？这个屏幕里的显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呐。啊，你电脑上那个屏幕显示的也是大方广佛华严呐。不一不二啊，这叫极妙啊！啊，真能把实相看清楚了，恭喜你！不是你清净心显现啊，换一句话说，你清净心照见万物，一尘不染。为什么？万物无自性啊！万物没有染净啊！万物没有生灭，万物没有善恶，哪来的染污呢？啊，就像六祖能大师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起心动念认为它染污了，那假的，不是真的。啊，你以为染就染了，你以为净就净了，哎呦，屏幕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啊，是非染净善恶都不存在啊。那这些是非染净善恶怎么回事情呢？究竟怎么回事情呢？大乘经上一句话给你解答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里头弟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密真妄了不可得，密邪正也了不可得，密染净不可得，密善恶也不可得。恭喜你啦，你得到清净平等觉了。啊，得到清净平等觉，这就叫成佛了。成佛才是穷微极妙啊。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下面集愿接着说，广六相如不可思议，
故云无能称量。广是广大，略是略小。广略相如，广在略中，略在广中。我们换两个字，大家就更好懂大小。大是什么呢？大是宇宙。法界大了，虚空法界大了。小是什么呢？小是微点。这佛经上的术语微点也就是极微之微也。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这不能分，这分就没有了，叫极微之微。可能就是现在所讲的量子。整个宇宙在量子里头，那这个量子呢，也在宇宙里头。宇宙入量子，宇宙没缩小，量子没放大。那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无法理解。宇宙称心，量子也称心，心没有大小。所以它相即相如啊。性不是任何现象。它不是自然现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能生一切现象。能所不二能包含着所包含所生的一切，这个我们容易懂。所生里头任何一个微点，它也圆满的含包含自性，这个我们不能懂。我们没办法理解了。所以经上讲不可思议也。实际上这句话妙绝了。只要你不思不议，你就见到了，你就明白了。思是你去想的，越想越错。议你去讨论它，议论它，那也错。为什么呢？这种境界是你说不出来的。义是前五识，思是第六、第七、第八识。用八识就是妄心。你见不到真相，你见不到实相。实相是什么呢？相而无相，无相而相，你见不到。放下心意识，你就见到了。它能够相即相如，
这里两句话解释出来了，为什么能相即相入？相即无相，无相即相，所以才能相即相入。啊，我们这才把这两句话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赞叹他，极妙。啊，所以无能成量，它有没有量？没有量啊！啊，黄念老再把这一小段的意思总结告诉我们：意味极乐世界全行四时无碍法界。你看，一多相即，小大相融，广略相如，重重无间，超情离尽，言语道断，故不可思议；心思路绝，故不可思；言思不能及，有言可称量，故曰无能称量。这就是多妙啊！那我们再想想呢，我们眼前的境界，跟极乐世界要比一比，是同还是异呢？如果要是同，那我们现前的极乐世界不就现前这个娑婆世界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同吗？给诸位说真同，不是假同，似同离也同。那意在哪里呢？意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觉悟了，我们没觉悟，他们放下了，我们没放下啊，他们把心意识放下了，我们还坚固执着心意识。意在这里，西方极乐世界一毛一尘的微点都穷微极妙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尘一毛的微点跟极乐世界同样的极妙精微啊，没有两样，只是他见到了，我们没见到，没见到有啊，就在面前呐、科学家给我们提示，可以说是科学家已经看到他的迹象了，看到这桩事情了。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科学家没说出来。啊，佛说出来了。啊，这个地方的几句话。四时无碍。一多相即，小大相融，广略相入，重重无尽，超情离尽。这就是他们见到的。啊，这些说什么？就是说一毛一尘的微点。啊，我们科学家发现的微点说不出来。
啊，华严菩萨看出来了，原来世界上离无碍是无碍，离是无碍是是无碍，他怎么不得大自在呢？出生无尽是自然现象，啊，就在当下了，从来没有让菩萨起心动念过，这招很厉害啊！我们凡夫看到外面境界起心动念了，受境界所转呢，这叫菩萨的定功啊，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自性本定，那会受外境动摇的是什么呢？是妄心，是情绪啊，他会受外面境界干扰，自性清净心不受外境干扰啊。为什么？外境是相而无相啊，无相而相，他怎么会干扰呢？就像我们电视屏幕画面一样，拿这两句话你去照，就关照啊，你看电视，你把你的精神意志集中，你看什么呢？看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啊，你不要受电视里面的这些东西影响，你专注在相而无相，无相而相，你看这个东西啊，你看久了就得三昧了，得三昧之后你就会大彻大悟了。大乘教里面讲，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华严经能帮助你开悟，电视屏幕也能帮助你开悟。问一问，电视屏幕跟大放光华严经能不能相等平等？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你会不会呀？你要会就开悟了，不会不会开悟啊？不会天天读华严经都不开悟，会的人看电视开悟了，看电视成菩萨成佛了。妙绝了啊，所以经常称极妙啊。啊，我们再问一句，龙树菩萨在龙宫啊，大龙菩萨的龙宫里面看到大放光佛华严经，三千大千世界为尘寂，一世天下为尘品。那是什么东西啊？给诸位说个老实话，那就是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你眼见的、耳听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的，
啊，你所想象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就在当下了，啊，为什么呢？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啊，你也能够入娴熟过失的境界。他的境界是什么？他将《华严经》归纳为三种周边：念头才动，这个念头就是一毛一尘的微点，这个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念头才动，畜生无尽，啊，这念头才动，含容空有，这是不是穷微？这是不是极妙？无有一法不在当下了，当下就是啊。听教，不执着言语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你就切入了。啊，我们一般人听教、读经，为什么不能切入？着相。不知道相而无相啊，无相而相，那叫实相，叫真相。我们通通是妄心落在虚妄境界相中，所以永远不会开悟。永远不能回到清净平等，道理就在此地。这个地方，这几段文字不长。义理深广无尽，啊，最重要的一句话，超情历尽。那我们今天没办法超情，也没办法历尽，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不懂，字没念错，意思呢好像懂得，又好像不懂，啊，所以不得受用啊。那要怎样学？下面四句告诉我们：
言语道断，无不可依。意是什么呢？研究讨论不可以，你可以听，为什么不能议？因为议没有超前立见，议是情见，情见不能见性。所以不许你议论。你看禅宗，看五灯会员，看传灯录，里面很多故事。老和尚测验这个学生，问他，道一句来。就是你射一句来，射给我听听。那个学生刚刚要开口讲话了，立刻拿个拳头就把嘴巴捂住。道一句来，他去想到了，为什么捂住？言语道断，你道什么话？这一个举动的时候，把他嘴巴一捂，就说：“他开悟了。”手法高明的很呐！换一句话说，老和尚有神通啊，有智慧啊，看到这个学生，在什么时候呢？将悟未悟的时候，就是那个关键的地方，就差那一招，他不能开悟。这个手段一表演一下时候，他豁然大悟。如果没有到这个缘啊，你把这嘴巴堵死了还是不开悟啊，那又何必呢？所以这种方法不是对付任何一个人的只有那个特殊的他有这个缘分这一下碰上了要一个人开悟给那个方法，那这是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方法。真正开悟的人知道，真正开悟就成佛了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知道，没开悟的人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开悟，学他那些方法，那全错了。那是学不到的。叫不可以。心思路绝，故不可思。能不能想呢？不能想。你想是意识起作用，阿赖耶起作用，摩那起作用，意识起作用，这三心啊，这三心二意啊，妄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心。把妄心放下了，真心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要彻底放下，连身都不知足。六道众生，哪一个众生不执着身是我呢？是自己呢？觉悟的人不执着，知道身不是我自己。什么是我自己？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真的肯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这个人经典里面称他做什么？化身菩萨。
他不是以这个身为身，他是以一切法为一身。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什么道理？还原观上前面三段所讲的就是的，从一体起二用。一体清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其二用啊，第一个就是正报，第二个就是依报啊。正报是自己，依报是生活环境的啊，包括虚空法界。啊，三中周边，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可有，这是化身佛。啊，《华严经》上称为化身大士、化身菩萨。啊，他们住的地方是十宝庄严土，他们所证得的金刚不坏身、法性身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法性不生不灭。这底下一段说，可见极乐净土，为佛于佛了，方能究竟。除佛一人外，一切众生上至等觉，中至居天眼之一切小大凡圣众生，皆不能尽辨其行识、光相、名数，更何能总为宣说？这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美好，极乐世界的殊胜，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学习什么？这一段所讲的，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哲学的最高峰，科学的最高峰啊！把宇宙万法的缘起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诸法的性相、离世、因果，全都讲明白。我们今天讲学术，所有一切学术到这个地方来讲大圆满。说尽
真正好学之人，你在他方世界求学，学问无止境的，到极乐世界去求学，你获得了大圆满。而且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极乐世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这个佛是妙觉过佛。他底下讲的清楚。除佛一人之外。就是这一个位次。之外的。一切众生上至等觉。中间呢有具足天眼的，就有五通或者是六通的这些大圣小圣，凡夫是众生，圣是圣人，皆不能尽辨其心思。有能辨，但是没有办法尽辨。局部能够辨别，能认识，你没有办法圆满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形色，形是形状，色是色彩。光相，光是光明，相是相好，明宿，这东西叫什么名称？有多少数量？你都没有办法辨别了，不能尽辨呢。当然，你怎么能总为宣说？所以，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佛才能办得到。48愿，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讲的。等觉菩萨都说不出。故云。这总结愿文里头这一段话。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证据。这就是十方世界，要到极乐世界去看，没有办法把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样讲清楚，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这一章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看下一章。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这一段是第40愿，无量色数愿。一切众生
都有啊爱好树木花草，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树木花草很多。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一页，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健，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幕后一愿殊胜的，树现佛刹，设放诸佛刹土。你要想看看的时候，通通在树上显现出来了。那个数据好像我们现在的电视机一样，投影的。你想看什么，那个频道就给你显现。诸佛国土。想看看我们从娑婆世界去的，到极乐世界，想看看我们娑婆世界的状况。宝树之间呢，就看到娑婆世界，你就看到这个地球，看到这个太阳系，你会看得很清楚。树现佛刹，我们看黄老居士的注解，右章，右面这一章啊，具足两愿，具足两愿，从业能了知以上，刚才我们念过了，表第四十愿，无量色数愿。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这以下呢是第四十一愿，树现佛刹愿。果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无量色树，指各种一切宝树，七宝化成，容色光耀，行行相止，精精相向，是诸宝树周边其果。世间人可以说是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信仰，没有不爱好珠宝的。可见的这珠宝是一切众生之所珍爱之物。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喜欢这些东西，它这个东西就现前。所以这些物质现象怎么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心性是变的，心性是平等的，是变就不一样了。真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众生心喜欢什么，它就变什么。
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心，他心干什么？他喜爱的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他喜爱这个东西，那古人也喜爱呀。古人爱财爱珍宝，现在爱钞票，不止一张啊，他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满天飞了。啊，古时候人爱金银珠宝，确实，古人这个东西比我们现在好像多。你看我那么看古书，啊，帝王赏赐大臣，啊，一赏说黄金千亿。可见那是黄金多，金银多啊！啊，现在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了，隐没了。啊，那是什么？这众生没福报了，那只用钞票来代替了。啊，所以用纸钱呢？啊，上古代的时候用金钱。银钱，啊，用金银呢，啊，现在用纸钱，啊，在从前我讲纸钱是鬼用的啊，你想想现在这社会是什么味道，啊，在用纸钱，啊，人跟鬼做了邻居了。所以喜欢这些树木花草是天性啊。那么极乐世界呢，树木花草就非常之茂盛啊，而且都是一切珍宝所成的啊。下面是七宝化成，其不是数字，它是表法的，代表圆满啊，就是你喜欢什么宝就现什么宝，宝是无量无边的，也没有数量啊。你能把极乐世界珍宝那些名称说出来，数量说出来，你不可能啊！只有佛与诸佛能说得清楚，说得出来，等觉以下了都说不出来啊！七代表圆满，是四方上下，这就是六了。再加上当中，这就圆满啊，其实表这个意思啊，四方上下当中啊，代表圆满，就是一切珍宝啊，变化所成。啊，荣是茂盛，啊，树高大，啊，枝叶花果非常茂盛呐，啊，色是颜色，光是光明，荣色光。要是赞美
行行相知，斤斤相向。这个树是长成啊，它不是人工计划栽培，自然的啊，整整齐齐，比设计的还要完美啊，设计都设计不出那么好的一个图案。施诸宝树周边其果，在极乐世界那一片的国土，阿弥陀佛的大道场啊，学生、师徒三杯九品。啊，这是学生呢。那么这些宝树，周遍其果，树的高或是倍有形，乃至千有形。树太大太高了，由旬是度量衡的单位啊，量居力的单位。下面说，此方四十里至六十里，详见前注啊，前面有注解。这是古时候啊，印度。啊，夜游巡有多长呢？用中国来对比，中国的它这个游巡有大游巡、中游巡、小游巡，啊，分三等。大游巡是中国八十里，中游巡是六十里，小游巡是四十里。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世是在中国周朝时候啊，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记载的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一年是周昭王二十四年啊，驾云。佛灭度的时候是周穆王五十三年啊，佛住世八十岁，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八十岁，外国人讲七十九岁啊，所以周朝周耻啊，周耻多长呢？民国初年，弘一大师做过考据，啊，他有一篇文字叫《周耻考》，告诉我们，啊，周朝的一尺，相当我们现在用的四尺六寸，这周耻不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大概大游巡八十里也只有现在的四十里啊，那小游巡就是二十里啊，中游巡现在的三十里啊，是我们中国华里，不是公里，那公里就要又要打个对折。啊，也相当高了，公里打个对折的话，啊，一个大游巡，四十华里就二十公里，小游巡十公里，
10公里，现在我们坐飞机，常常飞的高度啊，大概就10公里，1万公尺嘛。这树那么高啊，我们的飞机才飞到树顶上。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树高，我们就会联想到什么？人高大。如果人那么小，树那么高，那不成比例啊。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人的高度。啊，我们现在居住的，在澳洲居住的环境，啊，树也很高大了，啊，大概总有10几个人那么高啊。啊，人站在树底下很渺小啊，跟那个树相比的时候很渺小啊，树的高度，啊，去看到这就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宝大啊，前面我们读过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化身啊，没有胎身啊，胎卵石都没有，化身。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了极乐世界，时间非常快啊，啊，刹那之间呢，你就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世尊，无量寿无量光啊！你跟寿尊相同，世尊相同，你也是无量寿无量光。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到佛陀的48愿威身加持，一生圆满证得妙觉位。诸位要认真好好去想想，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很想去，没有一个人不想去啊！但是怎么去法呢？这个世界通通的放下，这个很难了，又不想放下，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带去呢？这带不去，连这个身体都带不去。为什么？这个身体跟极乐世界身体不相配。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身也是金刚不坏身，也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大概可以去，啊，跟那边相同，啊，我跟他不能不是不成比例啊，这身太差了，身不要了。诸位要知道，身都不要了，何况身外之物？只要真能放得下，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可不能怪他，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知道你还没有放下，所以他不来接引。你要是完全放下了，他肯定来接引。啊，只要有一丝一毫牵挂，佛就不来了。这是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的呀。在这个世界上做再多的好事，
积功累德一定要三轮提扣，还想着哎呀，我做了好多功德了，这你去不了啊，你自己在做障碍啊。为什么积功累德是你应该做的啊，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是你的本分事情。啊，所以要把这些杂念洗刷得干干净净，清净心与清净土相应。啊，所以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极乐世界是净土啊！啊，再看，又道场中更有树王名道场树，即菩提树。啊，我们现在人叫菩提树。啊，这个道场树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讲堂，他讲堂外面这个树啊叫道场树。啊，昔日前正觉山之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毗婆罗树。佛坐其下了，成正觉，故名菩提树。维摩经，菩萨行品照注，就是僧照大师的注解，有这么一段话：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香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啊，这个地方所说的西域是总指我们中国西南方啊，佛出生在迦毗罗卫国，是现在的尼泊尔啊，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北面是中国的西藏，啊，佛的故乡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啊，那么在中国古时候就通称为西域，啊，正觉山之西南，行十四五里，应该是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啊，就是他到印度啊去留学17年，所经过的地方啊，他都有记录，啊，他写成一本书。啊，就他的这个游，等于说是游记啊，这一部书非常有价值啊，里面呢有记载啊，那要找《大唐西域记》来看啊，这是现在什么地方
真觉山的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毗婆罗树。当年世尊呢，在这个树下成真觉的，在这个树下打坐入定，出定的时候，夜晚看到空中的明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这个树以后叫菩提树。僧肇大师《维摩经注解》里面说：“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这个树放光，还有放香，香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现在交通方便了，到印度去旅游朝圣很多，好像还有个两三次，有人邀我去。我没去，印度没去过。我的一生呢，是讲经，也去到许多国家地区，都是邀请我去讲经的。从来没有去旅游过。讲经当中有空档的时候，出去玩玩。看看各地风光，附带的，没有专门出去旅游过。这些年呢，也有时期，有时候出国，多半是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宗教会议，没有特地去旅游。那么我们相信啊，许许多多同修都去看到世尊当年这些遗迹，菩提树还在，他早年讲经的这些场所，像灵鹫山、奇树界孤独园，这些遗迹还都存在。那么现在这些树，你们去看树放不放光呢？有没有香气呢？是不是像经上讲的形色微妙呢？好像都没有了，大概年代太久了，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3000年了，可能从前有光有香，现在没有了，时间太久了。这是一个说法。其实真实的说法就在最后这一句，随所好而见。还是一句，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你有真诚恭敬心，你去朝拜释迦牟尼佛的遗迹，你可能见到光，你可能闻到香。如果你是心浮气躁，
啊，心不清净，你到那里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啊，看见一个普通的树，啊，你看不到它的光明，闻不到它的宝相。啊，底下还有几句，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报应说也啊，这更妙了，这树说法了。啊，这是如来的果报，如来的应化，众生欲者自然悟道。这极乐世界啊，这就不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说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道场书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处所，你不听佛说法，你在外面坐在树底下，不进讲堂，你在树底下了，树也给你说法，你也会悟道。啊，本经成就文中，复曰：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无声法人。这三种人是三种定啊。本经后面有详细说明。这是真正如经教所说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果报，应化之所显现啊，所以世尊常常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之所成就，从极乐世界这些宝树无尽的功德了，我们相信佛这句话，佛说的没错啊！啊，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极乐世界修行容易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修行这么困难？啊，这就是环境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修行，环境全是染污，全是负面的、违背性德的。啊，杀盗淫妄、念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慢。我们住的是这个环境的啊，那现在我们细心观察，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是树木花草，
这些动植物跟古书里的所记载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留意啊，我们的警觉性会提高。古木的种类，它年年结果实，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了。水果没有从前那么香甜，没有那种味道。现在蔬菜也没有像从前的蔬菜那么鲜美，变了。为什么会变呢？人心变了。从前人心地忠厚啊，沉静啊。古人不但对人沉静，对花草树木，对山川大地，没有不恭敬的。佛法也不例外。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举出40多种神灵，有山神，有树神，有花神，有草木神。有海神、江神、河神。小溪，溪的小溪也有龙王；打一口井，井也有龙王。居住这个房子里面，有守护神，有门神，有灶神。从这些典籍，我们就能想到，古人真的是无不敬，没有一样的不恭敬的。我们恭敬他，他也尊重我们。我们在这个大地有缘分，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了。我们能相亲相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共同的修行，那环境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菜园种的有丝瓜，这是悟谦师告诉我的。前些年有个丝瓜托梦给他，要求他去摘，他说他太老了，你们都没去采他，托梦给他。第二天他去看，果然找到了，找到什么？真的老了，不能吃了。所以就留了做种了。你看菜园里面的瓜，它会托梦给你啊，你能说它没有灵性吗？我们的菜园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我们种的菜花里有个区域专门供养小虫的。我们的果木树很多，也专门指定几棵是供养小鸟的，都很守信的，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彼此互相照顾，
真的做到了互助合作，决定不伤害任何众生，这个道理要懂啊！现在人没有爱心，他对自己都不爱，他怎么会爱人？所以他不知道爱父母，不知道爱兄弟，不知道有尊长。所以现在的山川树木花草，那个灵气没有了。灵气没有了，你细心观察，它有什么？它有邪气，很不常正常的。所以最近我听说，许多地方成群的鸟死亡了，空中掉下来死亡了，什么原因？现在科学家找不到。那在佛法上讲呢，我们人心不善，这种怨气感染了山河大地，在树木花草放下的时候，放出了这个气的时候，也是这些不善的东西。这些鸟身体小啊，抵抗力弱啊，它吸收这种空气的时候，它就会死亡，它中毒了。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怨恨恼怒烦都是毒啊。古时候那种道德仁义礼的气没有了，现在变成这样的。细心去观察了，不难发现。周边环境真认真了解了，我们对这个环境就不会再留恋。要尽心尽力，帮助环境改善，那就是帮助人心改善。连美国布莱登先生都讲到，我们应对2012的灾，这个2012预言的灾难，应该用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来对待这个问题，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还可以把地球带到更好的方向。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佛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就了解两个世界的不同。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修上善呐。弥陀经上佛说的，那个世界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上，下面一个字换上恶，哪个不造十恶业？杀盗淫，身干杀盗淫，口妄语，念是其余，就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恶口
啊，意贪嗔痴。造出严重的十恶业，所以外面境界转变了。啊，对自己来讲，自己的灾难就是疾病、烦恼、忧患。啊，外面的灾难，社会的动乱。跟地球的灾变啊，水灾、风灾、火山爆发、地震啊，物种不断在绝灭，这个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造成严重威胁。起因都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造成的。啊，有没有拯救啊？能，只要回头。回头是岸了。啊，放下失误，认真修十善业道。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一起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道，学习宗教经典里面有关于伦理的教诲、道德的教诲、因果的教诲，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灾难可以化解，我们身体很多病毒可以恢复正常，让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五谷杂粮，啊，能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啊，人民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极乐世界是大同世界，我们比不上，但也可以能做到小康啊。啊，小康世界也能达到幸福美满的一生。啊，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在这勉励我们。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一定啊要想到，在现前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去落实。我们要改变心态，用善心，用好意来处事待人接物。啊，自己愿意吃亏，古人教我们，吃亏是福啊。占便宜不是福报，占便宜是祸，是灾祸。如果对于因果报应通达明了，你就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去占人便宜。遇到利害了，害我要承担，利让给别人，啊，好事给别人，啊，坏事自己承担，
这真正积功累德了。古圣先贤教我们这样做，佛菩萨也是教我们这样做。那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呢？绝对不吃亏。你的福报就在后面。如果你是精进勇猛，积极去修，不要等来生，晚年就收到了。一生忍让，一生后退，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苦啊，很可怜啊。一生都过得很辛苦啊。可是怎么样？烦恼轻，智慧长，身体健康长寿，很苦，没人照顾你，可是自己健康长寿，你能说这不是福报吗？人一定要很多人伺候吗？自己照顾自己不是更好吗？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展现的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你能说他没有福报吗？死后一直到今天，你看每一天多少人给他磕头，多少人赞叹，多少人学习他的遗教，多少人得他的利益，这就是他的大福报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不是在这里说，是吃得好、穿得好啊，住的房子大，不是这些，与这些不相干。所以我们要享受到真实的福报。这些虚假的统统可以让给别人，不会给别人起冲突，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怎么会有冲突呢？他要的我也要，就起冲突了。譬如说我要素食，我要一天吃一餐，他不要，在饮食方面绝对不会起冲突。他要住高楼大厦，我喜欢住草棚、小草屋，那他不要。我们居住环境不会起冲突。你要功名富贵，我不要这东西，我要读圣贤书，天天念书比什么都快乐，不会起冲突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跟人不起冲突，跟世界也不起冲突，这个多自在啊，多快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